今天状态有点不佳。上一年七月份，上上年七月份。好吧，我今天晚上在搞疯。那你先进来吗？好了，受不了一点了，要下播了，要下播了，要下播了。给大家听一个吧。好大的蚊子！没有，哎，这什么呀？痒死我了，好痒！哎呀，好痒啊！我没有蚊子咬，它不会给我咬。你现在帮我咬一个。现在啊，不行，那明天让别人看看吧。明天肯定有个蚊子要咬你了。明天肯定有个蚊子来，有镜子。那你看不见吗？我看得见，我不见。他不愿意帮我洗，你不能现在洗。那我都给他了，他不要。哎，我洗，不洗。他不愿意给我洗。那你来吧，到这边，这边就没镜子。给你们表演个魔术啊！真的没有镜子。我看看，你不好意思出现，有点不好意思出现气质。我受伤了，家人们，我受伤了。你不就是被我气死一顿吗？受伤了。哎呀，我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受伤喽。我负伤在直播，刚刚应该放个战歌的，你觉得呢？嗯，不是很圆，他说不是很圆，这蚊子技术不行噻，这蚊子是不是技术不行？咸不咸？咸不咸？不咸，不咸，我可香了。嗯。我是不是可香了？超级香，我可香了啊！不，我真的可香了。我和他在一起，我可爱干净。给你们重温一下，一厘米 ，OK 吗？我感觉抖音不行，对，抖音只能看。灯塔，灯塔。